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开始演讲《楞严经》第四卷，今日已经进入了第十四天咯。那么，咱注意爱明白、爱清楚一个问题啊。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修行还未达到明心见性的阶段，那么你着上外求呢？那自己恭敬说法的时候，说有说无说空说妙呢，那么这跟开悟正果毫无相干的。所以呢，咱佛法所重视的，那么为上根而起人，就马上教伊呢如何来见性的法门。那么为中下阶层的人，当然有伊对呢。修这三归五戒菩萨戒，乃至呢，叫伊慢慢忏悔上经，然后一步一步背起来。到最后时阵呐，要令伊见性啊，见性这关非常要紧哦。所以呢，你若是无见性的以上，为别人来讲经说法，讲有讲无讲空呢，那么这种事呢？着上说法，那么对自己来讲呢，那么要开悟正果啊，就无法度。既然无见性，想要引别人见性呢，难矣啊！所以运用一个开悟圣经呢，伊讲了几句话咯，来看哦。开悟圣经云：若着上以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功立道场。说有无之贵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见性。哎，注意有明辨吼。这段是讲了，如果你修行的当中呢，有缘抱着过去习气呢，看一切相就染一切相，看一切境就掉一切境呢，那么安尼根本就无法当见性啊，叫做背格合尘啊。不论是你讲经说法也好，是要参禅悟道也好，或者是呢，攻入一切道场，那么在这方法布教时呢，说空说有啊，你总是无见性啊，安尼啊，会误人子弟啊，哦，所以玉祖唔再讲，讲无见性人叫做相随啊，哦，上相随。执着一切万法而说法，安尼呢不能因人入于自性入来。哦，这非常要紧啊！所以呢，咱也讲做一切法事啊，攻入一切道场，乃至说一切法呢，拢种好代志。那么你如果若徛伫见性的立场为出发点呢，安尼让因人入于自性入来，这点非常要紧。伊重点就是讲，满足一切相啦。关键所在在这所在。好，注意，佮看经文下，伊《楞严经》讲话咯。第二义者，逆定必欲发菩提心，以菩萨性生大勇猛，决定观器官自有为相。应当心常烦恼根本，处无数来发业轮生，随作随修。阿难，你修菩提，若不心观烦恼根本，即
不能知，希望近尘何处颠倒？处上不知，因何幸福处如来为？那么这段无困难呐、啊，伊意思呢就是讲了，在头前啊有讲了两个问题，也同哦，你要修行的因地心哦，修行的开始呢，爱注意三件代志的决定性呢。那么头一种头前介绍了啊，伊就是讲了什么决定性呢？就是哎，下梦求真呐、啊。以这不生不灭的菩提自性作为修道的因，千万不能用这个生灭之心呢作为修行的因地心。头一个问题讲这呢，那么第二个决定性是讲啥呢？伊是讲了啊，将这个根，那么来个改革就对了。哦，因为你的生死根是倒位，哦，轮回根是倒位，你未迄个根是倒位。无名是倒位，爱彻底呢将根去透割，因才有法度脱缠入这个圆通的法门去呗。那么这个第二义，也就是本段经文呢，就讲这道理啊。来，咱讲出白话哈，来看好哦。第二种基本初心决定性的义理是：恁如果想买呢？发起求证菩提佛果的心志，对于大乘的菩萨道，生大勇猛心求证，而决定要舍离，关起有生灭作为，的希望执上的位，就应该心扎上是烦恼的根本。这个梳理自无始劫以来，发生自业。诸论生死绵延不断，到底是谁作谁修呢？阿难啊，你要修证菩提佛果，如果无心扎观察烦恼根本，就不能明白希望的六根六尘是从哪里升起颠倒作用，连颠倒在哪里，尚且不明白。怎能降伏烦恼，而处证如来各位呢？诸位，你看咧吼，我拄好讲过了，这第二义嘅决定性就是安怎？甲咱讲，咱嘅生死甲一对，轮回因素一对，啥物情形构成你无明生死自业？先甲这根呢吹出来，将这个根嘅根呢给掏开。安尼呢，你才有可能呢转烦恼为菩提，化生死为涅槃呢。要谈着成佛做祖呢，才有希望的时阵呢。不然的话，只都伫在颠倒，找无迄个眉角，找无迄个死角咯，哪能来偷干呢？哦，这个问题非常要紧哦。好，咱看佛祖佛道呢，按照个阿难尊者去讲落去哈，看好哦。阿难啊，你观世间改革之人，不见所革，因何地改？不闻虚空比你分裂，何以故？空无形象，无革改故，正你现前眼耳鼻舌，皆有身心，欲为谄媚。自劫劫家宝，由此无数众生世界生定八果，以去世界，去世间不能超越。诸位安尼看呢吼？那么这无困难呐、啊。总共一句，就是讲了咱的家己倒位爱找家出来。那么虚空就是解脱的呀。好、哦，伊太有干啦，无形无相太有干。那么心也同款呢。第一，你也见到不生不灭的自性时啊，当然伊无无明、无生死的根根，所以无觉可透啊。用虚空譬论就对了。好，那么咱讲做别位哈，来看好。阿难啊，
你观看世间上解开锁结的人，如果伊呢看未到这锁结的所在位置，怎能明白如何去解开伊呢？但是并无人听到讲这个虚空可以被人解开的，是啥物因果呢？因为虚空并无形象，根本无觉可以解开啊！你爱明白，你现在目睭、耳啊、鼻、嘴子，以及着身体、心意，这六个就是你的残梅，是自己夹夺了你自己的家宝。因此呢，无数劫以来，众生世界就生出了互相颠覆的纠葛。所以在物质世间内底呢，就不能超脱。诸位安尼有明白吼？讲了非常的水。头一个简单讲，就种拍架的人，伊爱找出夹出来。那世间人讲过，解铃人，衣食系铃人呐、啊。你是要偷这个铃啊夹？这铃啊夹，你家己拍呢？你比别人较清楚。你要将这个家的所在自己掏开哦，哦，就像是讲凡夫众生家的作业，当然要承担这个业报啊。那么你做什么业？业是多位，是什么经营构成你作业？你这个根要给吹出来。哦，你也无吹出来呀、啊，根本就无可能啊，来谈着解脱的余地呀。像有鸟仔呢，被迄笼仔来禁掉的，当然呢，伊无当自由出入啊。同款理由，凡夫众生家己倒去，伫只六根的所在。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那么当啊，被困住掉的，因此当然咱呢发心慧命，就无当自由出入啊。六根无当通用啊。哦，在开悟见个人六根能通用呢，因为见了发心，阿未见了发心的人，六根毕竟是分开的，无得通用的啦，会困住掉的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六根是自业的所在，当然嘛是自功德的所在啊。那么会记得讲，万法是由心所造啦，这问题真要紧哦。你六根会当公子六道万行，行持三十七条品，哦，会当无尽度化无量的众生啊！你六根会当安尼个做，哦，你六根买当呢？哎，杀盗淫妄，做贪嗔痴的动作出来啊！所以呢，万法唯心所造，决定是正确的。那么在这所在，咱们讲话啊。心是无形无相啊，哦，那么含这个虚空同款啊，无形无相啊，无觉含个透，这是表示讲咱若解脱的时阵啊，咱的心的无明应净化掉，所谓的呢，见思迄尘沙迄无明显呢，这三个觉完全拢净化无余啊啦，哦，要如何下功夫呢？当然为六根下功夫就无唔对啊。那么后边呢，佛祖对人引用六根走出来。哦，好，注意听好。总共一句啦，凡夫众生自古以来呢，拢总是心对境的对立，无多好把这对立那个净化掉。所以地数呢，未去自业啊，地数轮回受苦啊。好，注意听好哦。来看佛祖，安怎讲哈？来看好，阿难，因何名为众生世界？世为千有，界为方位。逆今东地，东西南北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，上下为界。过去未来现在为是，方位有十，流数有三。一切众生即梦相成，
心中无牵，世界相摄，二主界性，色水十方，定位可明，世间之木，东西南北，上下无位，中无定方，世所不明，以是相摄，三世四三，婉转十二，流变三帖，一十八千，中卦书中，六经之中，各个功德，有千之别。那么这段就是讲了呢，佛陀解说这世界呢，和众生的意义啊，有互相牵连、互相修习的因果就对了。来讲做表一下，来看哦。阿难啊，什么话叫做众生世界呢？世就是时间的潜流，界就是空间的方位。你应该爱明白，东西南北加上东南西南、东北西北，以及着上下，就是空间的界位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就是时间的世相。空间的方位有十位，时间潜流的数目有三个。一切众生处念时间空间交织呢而构成，时空世界乃至心中梦境呢，无一潜流不停。时间与空间在世界互相摄入，这个空间方位虽然设有十个方向，只有确定位置可知明的呢。世间人只立东西南北的四方，因为上下无固定的方位，中间也无固定的点，空间只要出四位位数就可以明白应用了。空间四位与时间三位相配合，三数四三，弯转相形为十二数字，三数数再定贴相形，就会成为十、八、千的数目。因此，中卦书中六经内面各个的功德，都有一千两百的功能德用。所以有看咧吼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呢，把这世界以及着众生啊，伊的意义呢，因为有互相呢，是有牵涉的问题，做一番的解说的。因为这东西南北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、上下，咱佛门称呼呢，叫做啥？叫做十方。但是咱世间人往往拢无讲十方啦，拢讲六方还是四方呢？咱佛门佫加四方出来，叫十方，十方世界啊。那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叫做三世啦，哦。那么伊才做一下简单的解说呢。好，就看经文下来看好。阿难，逆惑于中，确定犹乱，如眼观见，幽暗真明，前方全明，后方全暗，左右旁观，三分之二。通论所作功德不转，三分言功，一分无德，当地眼为八百功德，如你周天十方无疑，当若弥遥精无边际，当地已经圆满一千二百功德。这是讲了一个问题啦，讲这六根的精神功能德用呢？那么伊是安怎？拢总是平等。六根的作用完全是平等无二啦。哦，袂当人缺少一项的啦。当时嘛，无人无法当选择讲对一个对，对一个唔对，对一个较好较歹啊。可是呀、啊，若要用来修行的时阵呢，
六根的当中，确实都有伊呢，有个优劣可言咯。哎，注意清楚吼。那么啊，伊这个耳啊、嘴子、甲意识这三项来讲呢，比较伊我都集中呢，一切功德较圆满呢。目睭、鼻啊、甲身体呢，比较讲起来，伊个得到三分之二而已啦。啊，三分之一呢，佫无多齐全。所以在这经营之下，那么所谓呢，耳啊、嘴子。甲咱人的意识三个是最为殊胜的，在这三个最殊胜当中，佮最为殊胜的呢，就是耳根最为优先啦。所以咱本经就讲这耳根圆通啊，所以后壁讲会到哈，来注意听哦，我讲做白话哦。阿难啊，你在于六根的内面。心定才会功能优劣，譬如目睭观看的功能，后面看不到，只是可以看到前面，前面完全明白，后面完全明暗，看不到。任你左右呢，转头观看两旁呢，也只能看到全体三分之二。综合目睭所做的功德，并不完全。以三分功德来论呢，后面的一分是无得用的。所以爱明白啊，目睭只有八百的功能，也就是八百的功德。又譬如你的耳啊，听到声音的本能，就能周遍听到十方所发出来的声音。一点点啊，也无意识去。一旦有声音所震动，无论远近呢，都可以听得到。静止无声的时候，就更加了无边际咯。所以应该要了解，咱的耳根的本能，可说是圆满了1200的功能得用。注意安尼看咧吼。所以六根内底呢，也阁是伊这耳根最为圆满。哦，耳根能听十方所有的这个声音，无声音的时更加呢，听甲了无边际啊。目睭无同款，目睭功能能看头前，后壁看袂到。纵然你的头光呢，越东越西，左右甲歪甲看呢，只是咱看到三分之二。后边三分之一看不到，所以目睭个修行的功能，佛陀讲，敢有八百功能呢？哦，啊耳啊无同款啊，耳啊，伊会当听东西南北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、上下所有声调拢听得到啊。哦，所以耳根佛陀讲到最后，就是最为圆通的法门啊。好，注意听哦。那么在修道的当中呢？他按照修都无离开这个六根的境界，哦，当时咱观看这五蕴之体呢，当下嘛是如幻如化，但是呢，咱菩提自性并无生，并无灭，哦，无如幻，无如化，哦，在生灭的当中见了无生灭，真是功夫的所在。所以修行啊，佛陀怎讲啊？照见五蕴皆空啊！五蕴内底有一个清净的真人啊，哦，就是那菩提自性啊。虽然身躯肉体是臭皮囊，是生灭法，但是内底蕴藏有一个呢菩提本性哦。未当连同这菩提本性啊，甲否认掉呢？安尼对着菩提自性来讲，相当无公平啊！所以呢？咱就运用一开悟圣经呢，啊，伊讲话咯，这是伊开悟明心见性，伫五蕴内底找出主人了，所讲出来法语的，大家听好哦。开悟圣经云：五蕴山中众真人，六根闻调放光明，日夜相处不相识。迷失主人，甚可怜。
注意看好清楚吼，这段在五蕴之中中间人呐、啊，咱真清楚，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叫做五蕴呐、啊，又称个叫做五音呐、啊。五蕴伊个形容就像一粒山呢呐，哦，咱人一堵足大堵的，像山呢。来，这中一个真人，这个真人就是咱自性哦。咱的如来众生，你茫想去道教所讲讲孙真人、张真人、蔡真人、周真人，唔是这意思哦。这个、真人是一块的哦，代表艺术利益，代表咱的清净的自性。你我大家日夜思思默默要见的本性就对了。有讲啊，六根文条放光明，哦。一个讲六根，一个讲五蕴，其实六根并无离开五蕴，哦，啊，五蕴并无离开六根。真的佛陀讲经说法有无量善卡，其实甲分析、甲了解起来呢，六根含这个五蕴啊，是共一个物件。难道六根有离开咱的五蕴吗？啊，五蕴有离开六根吗？以一体两面说而已啦。好，伊讲五蕴的三中中一真人，这是给你启示，和你善根成熟，和你知影五蕴内底有一佛性意思。六根文条放光明，代表咱的六根在运调作用的时，你的六色无污染六尘的世界，哦，无污染清净方便讲叫做放光明。换一句讲，六根。分别外口六尘世界，然后染污你的自性呢，安尼叫做黑暗咯，唔是叫做放光明咯。所以佛陀定把六根的形容讲叫做六擦啦，就是擦啦呢。目睭看外口的境界不能自主控制，因此呢，那么就是擦啦呢，哦，夺走了咱清净的本性，哦。污染外境啊，哦，叫六尘。耳啊，爱听外口的音乐是非人恶，像贼啦呢。嘴子贪食，身躯贪着，较爱油的，哦，较爱软的，爱舒服的，爱穿较好的，睏较好的，哎，身躯像贼呢。所以佛陀啊，真够批论。虽然家六根形容六尘较无听。但是安在众生的心上呢，都能一拜一拜，不为过就对了。哦，下又讲哦，日夜相处不相识，咱日时暗时呢，含咱清净的本性在微步啊。哦，在来来去去出出入入呢，哇，咱并无见到咱本性呢，迷失主人甚可怜。咱咧佛性咧日夜当中，伫六根出入，伫五蕴内底呢，咱家己有一个自性伫个运调，咱无见了，无回了，无见了咱的自性呢，哇，迷失着咱本来面目呢，实在有够可怜咯。所以人祖师建成了后，伊毋再甲这四句的机呢，甲讲出来。好，你这修道人在讲修行呢，有一个门路可入啊，不然窍门得未到啊。你修行修三大阿僧之劫，始终都是一个门外汉呢，非常悲哀啊。所以这四句偈啊，我感触真多。来，我念一遍哈，以最快速度甲笔记起来哦。来看好。五蕴三中中真人，六根文条放光明，日夜相处不相识，迷失主人甚可怜。诸位有看了吼，所以呢，咱来反省咱家己，往往拢含外教的人做朋友啦，找男朋友、女朋友啊，哦，找外在一切朋友做朋友。这咱未甲好人伊价值，也有意义滴。但是外口朋友总是呢，爱无常诶，总是变化多端呢。
总是靠不住的。呛人靠业主来讲，伊嘛有生老病死啊。所以外口的朋友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，应作如是观啊。爱有这款的看法甲观想呢？哦，你为何不爱跟你的心做朋友呢？咱的心是无生无灭的啊，是常住不坏啊，哦，是清净光明的如来藏啊。你无见性的意象啊，你永远跟外在六尘世界做朋友，卡计买做一下三界苦命儿，在六道中团团转，做一下凡夫众生啊。伊唔知讲讲日夜定定跟佛性斗阵呢，如果无啊，都见着伊。迷失的主人实在有够可怜呐、啊！好，祖师讲这话是相当有怜悯心的话呢，这种感言的话呢，感触良多啊！好，不听哦。那么如果讲，不管你有见性无见性，你也要行菩萨道的意象啊，你拢要度众生。既然要度众生呢，佛祖甲恁讲。爱行持四涅槃，对四涅槃呢，我运用这维摩诘经吼，佛祖讲话咯。维摩诘经云：菩萨为涅受调伏众生，应行四涅槃，何等威殊？第一布施，第二爱义，第三动思，第四力行。注意，咱看咧吼。你就要度众生，度众生，真要紧哦！你先爱跟众生结善缘，哦，先布施，不论是法施也好，财施也好，无畏施也好，该随意赞叹，这嘛是一款的布施啊！哦，只要跟结这善缘的意象，哎，拢总是布施范围内底。哎，伊看到我，安尼脸面脸酷，我看伊也未舒服，也未开我。既然咱都去学富啦吼，都蛮个咧摆一个个性诶，哦，佮摆一个呢，一个面诶呢吼，吼，因众生看你呢，无起你就加在啊，你如何度伊呢？所以你如何呢？来看伊接近，来看伊呢，拍成一片，这是动金之物啊。所以看众生尽量看结善缘，会当会范围，哎，布施啊。布施伊就甲你好感啊，好感你讲话就听会落去啊。所以呢，菩萨有无量的法门，其中甲众生要有近伊距离呢，上好方法就布施结善缘，有道理啊。我不但无布施乎你，哦，佮讲一寡话，咩咩格格，甲你点，甲你说，甲你哭，吼、哦，是毋是条鬼啊？哭到全无肉去呢？哭到你站袂住？讲一寡尖酸刻薄的话，众生无信你就加灾咯。你要如何度伊呢？所以呢，第一先爱给布施，哎，讲一寡好听话，较适当的赞叹，哦，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呀，爱第一布施。第二爱爱伊，爱讲一寡较适当、有建设性的话、安慰的话、关心的话。照顾的话，令伊心生欢喜的话，这爱意非常要紧。哦，所以有人讲话袂晓讲啊，本来是要甲讲一个爱意，结果话呢讲是个得体呢，煞伤着伊心啦。无讲袂要紧，伤一个吼，好足食家呢，骨若讲拢对你永远的怀念的呢，安着食啦啦。所以爱意啊，都爱互众生听你家己心会开，会欢喜现前。对你的话认同，所以爱伊嘛，爱有一个智慧呢。无智慧，安尼家学了家己吼，结果伤有伊啊。哦，比如讲，哇，如本阿叔啊，哦啊，明明我昨天假设讲啦，我翘骨翘骨么？好、哦，如本阿叔啊，你系选台湾的健美先生哦，一定第一名。哦，我听你家己讲混油啊，咁要多头债啊，吼吼，会知啊吼。所以呢，比如我讲话体贴啊。哦，你辩才无碍呢？你讲话吼、哦，意义分明呢？系啦呢，我听你家己吼，都强强分意就对啦。
所以讲爱伊讲一寡好听话，啊，按照伊属性来讲，适当该赞叹俄罗。那莫须有的，无咧属性的，你讲俄罗有可能会个点了，伤了伊自尊心。安尼菩萨如何来摄受来度化伊呢？难以啊！所以第一要有布施心，第二要有爱意，讲话有两体性的，有营养的，有建设性的话呢，咱加讲挂，安尼跟众生彼此之间有近了一距离来呢，你讲话就听会落去啊！哦，种人无因无果，无因无果，伊就听袂落去。爱有因有缘有果有情因的，而众生你看无熟悉如何多呢？哦，所以爱义也好，布施也好，拢总是要种下这因缘果的着。安尼有缘讲有听下落去啊。个第三呢叫做同事，哦，等开始做朋友，开始做同事，遇困难的时，哦，该精神上的鼓励。哦，物质上的帮忙，他们做东西，这缘就究竟咯。个第四呢叫利行，等促成伊的好处就对。哦，伊做个等车影时，该恶都赞叹；恁衰微时，将将该辅导，哎，该关怀，利益着伊，叫做利行啊。安尼这人，他有可能讲无何你多气呢？哦，你处处拢该布施、爱义、同事、利行，这人无何你多过呢？难以啊！哦，决定你多过诶，所以天下间无了批判的心呢，无了挡阻的心呢，哦，无了选择阻的心呢，无感无情的呢，咱人总是有感情，哦，先用感情啊多啊，多到尾用佛法好意啊，哦。先与玉勾牵呢，破令入我志啊！哦，先一个感情不要紧，哦，用一个甜头好意，到最后咱就是用佛法的八戒智慧，要拔伊的生死，拔伊的烦恼，互伊离苦得乐，互伊开悟证果，成佛做主。最后目的在迄所在。好，总共一句度众生，要有四个条件，叫做四念法。来，咱搁念一遍哈，看好无？为摩诘经云：菩萨为摄福、摄受、调伏众生，应行四摄法，何等为数？第一布施，第二爱义，第三同事，第四利行。这是所谓啊，菩萨要做一个法师，恭敬说法人。一定要跟众生有结这善缘呐，而众生对欢喜心接受你所说的一切佛法，欢喜接受，然后伊就自然善根生息，就下去修行咯。好，佮听好，过来，既然谈菩萨、说菩萨、菩萨的讲清楚啊，菩萨伊要度化众生呢，伊一定要具备有四个条件。叫四种辩才，这非常要紧哦。你若无有辩才呢，话讲无两句就 stop 起来，讲无三句就停起来，讲无三句就爱搁定思考啊。讲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过来哈。那安尼叫做呢，非常吃力。所以讲经说要有适当的辩才，没有辩才呢，佛法跟你讲有四种角度，吼、哦，非常的水。有无？佛经云：菩萨为度化众生，应具足四种辩才，何等为数？第一，法无改变；第二，义无改变；第三，事无改变；第四，奥说无改变。哎，注意看咧吼，讲咱要行持菩萨道。要度化无量众生呢？安尼，咱的记住有四个条件，啊，四种辩才。第一叫做啥呢？法无改变。三个法呢？法到一切法的差别上，譬如涅槃就是法，
生死就是法，六道轮回就是法，那么五戒就是法。哦，比丘、比丘尼戒、在家菩萨戒，乃至所有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拢称呼叫做法，个别差别之法就对了。哦，那么你有法度把每一个法讲甲，和大家有一个交代，互听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和甲涅槃法含其他的法，哦，有一个界限，有一个清楚，卖混淆。哎，这一款叫做法无碍的。哦，譬如讲，水唔是火，火唔是水，啊，水是如何，火是如何？哦，这法法之间呢，互相之间，唔能够讲个法就是水，水就是法去啊，那呢混淆去呢，而不能称为叫做法无碍。哦，伊个如来教你呢，如何成就佛的过程当中，法法之间呢，有法度催促着你呢，成就佛道，而讲经说法。一切法的名词，在你演讲的当中无所障碍，因名字为法无碍啊。个第二叫做事无碍啦，哦，叫做义无碍。什么叫做义无碍呢？义就是诸法的义理，哦，譬如讲水和火无同款，伊义理无同款呢。水就是湿性的意思，哦，流动性的意思。这个火是热性的，是温度的，所以呢，水跟火以义理，你甲分析你家地啊，大都分明，和大家当下真清清楚楚，袂混淆去。安尼叫做义无改变，讲假安尼，互人听安尼清清楚楚啊，这叫做义无改变呢。有人发通，但是义理呢，伊讲袂出来啊。哎，你不能清哦，叫义无碍。专有名词一大堆，你拢知影。可是义你拆袂开，讲袂破，讲袂入。哎，你叫做义有碍。虽然法无碍，但是你义嘛爱达到无碍呢。哎，你就清楚吼。过来第三个事无碍呢。那么这个事无碍，就是呢，在各方的语言文字呢。我都提出了演讲佛法而无所障碍，提任何这语言哦，包含北京语、日语、哦、美语、伊咱台语、啊、客语，甚至原住民的语言，你有法度来讲经说法，那么你叫做事无碍呢。所有的名词提来用，用伫佛法内底呢，都恰恰好处，加伊个。佛陀深深微妙意境呢，甲衬托个出来，而无所障碍，名之为事无碍啊！哦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呢，伊有法度甲这义理哦，透过伊辩才哦，讲三更三夜呢，所以这个涅槃两字的道理呢，讲袂尽，说袂完呢。涅槃两字了，吼、哦，讲。七天七夜，三暝三夜呢，讲袂尽就讲袂尽。这是因大家呢，法无碍，事无碍，乃至呢，义无碍境界啊。佮说来去呢，佮熬水无碍，啥熬水无碍？你茫读个乐所无碍呢？哦，北京语叫做要所无碍，咱台湾话叫做熬水，迄破音字。你茫讲落水呢，佮熬，读熬。熬水无碍，哦，那么听好，熬水无碍就是讲，那么众生需要听什么法，哦，你就要用众生伊心内意思，讲出伊想要听的道理呢，咱称呼做熬水无碍。所以恭敬的是，哎，但讲叫做客机客力的，对众生来讲，众生听你家己法力充满，高高灵呢。欢喜信受啊！对咱来讲，恭敬的人会当诶，如同如来正法，完全诶客如来的真理，安尼呢，佮上客啦。客众生诶根基，客合如来解脱法，安才是真正达成恭敬说法，听闻佛法意义出来。所以呢，熬水无碍真要紧，真要紧呢。哦，众生。爱食苦瓜，咱讲苦瓜法；爱食冬瓜，
你会应众生的需要。伊爱食呢，番麦，你讲番麦道理，哦，因为每一种口味无同款呢。有爱禅宗，有爱净土宗，有爱天台宗，有爱华严宗，有爱研究教理的啊，有爱参禅五道啊。每一人根基无同款，袂当一味呢用一个道理予伊，对伊来讲呢，有当伊袂客气面呢。所以简单讲，讲经说法爱咬碎无碍，也就是呢，应个众生的需要。那么咱讲到众生的法喜充满，乃至予伊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，讲到呢滔滔不绝而无所障碍，叫做咬碎无碍呢。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咧想啦，菩萨道啊，众生呢，除着爱四种的辩才以外，我搁加添一个，叫做安尼，本身自己啊，哪会当讲上好光明佮如何啊？吼、哦，你恭敬说法人，伊相貌庄严，安尼呢，度众生会使着众生起欢喜心。众生对咱有信心、欢喜心呢，佮加添咱佛陀个功德较地呢，吼、哦，规排完全咱团度化呢，百分之百变圆满起来。所以啊，就讲下离婚呢，伊感觉马上比较着这典型的诶现象啊，哦，外道一边看这个下离婚伫遐变道理的，啊，外道按照变都变袂赢这个下离婚啊。因下头用正行阿罗汉的高位啊，非常厉害啊！哦，啊，但这外道，他安怎都未服这个下头佛，伊的未服伊，唔是讲道理输伊，是因为啊，下头佛伊人生，佫生得歹歹啊，无外好看呢呐。哦，是不服伊的细汉，不服伊呢，伊的相貌无庄严啊。那么，变了哦，离开呢？哦，远远的所在。都马上 BQ 呢，哦，行过呢，所以神风道骨道貌岸然啊，三千威仪八万世行呢，哦，徐徐走过来呢，这个外道看着拢，哦，咚咚沙门啊，三千威仪八万世行啊，遐尼庄严出家人，哎呦，甲拄啊 AA 啊咧下礼物。我道理都未论赢伊啊，论未赢伊啊，何况这东东三千威仪八万四英，这沙门遐尼庄严，威仪个遐尼好啊！吼、哦，刚看伊相貌吼，都服伊呢，差有七八成去啊！你想看咩啊？啊，佮三成佮会站落去呢，等病啊！你想看咩啊？所以啊，可见呐、啊，道众生啊！相貌庄严嘛是足重要一个因素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在度众生的当中呢，你看下礼佛呢，显得也无介庄严，佮矮矮啊，道理都讲会赢伊，唔是袂赢伊啦，但是伊都不服伊讲，伊显得无庄严呢，吼、哦，豆腐当中呢去挑骨头就对，哦，过来马上比较很庄严呢，就全部服伊啊。所以度众生啊，除了四种辩才以外，佮加添一个上好功名哦。吼、哦，这叫做万缘具足安尼。好，要结束以前，了念一遍哈、啊，来看好无？佛经云：菩萨度化众生，应具足四种辩才，何等为数？第一，法无改变；第二，义无改变。第三，事无改变；第四，脑髓无改变。你注意看有清楚哦。愿咱以会大众，咱台湾国所有人民百姓呢，那么好啊，深入三藏教典，好啊，用功参禅五道。我相信你我大家以后要度众生的当中呢，拢能得到这款菩萨四种辩才。你注意清楚哦。哇，那清楚咧，我的时间够高咯，会记下。那明仔载呢，《楞严经》第四卷第十五天，同时间再会。